喂，喂，确认，我现在在家里，我被锁在家里，你有办法过来帮我开门吗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真的喝醉了？真的。好，我等一下过去找你。快点，我真的被锁在家里，快点。确认，你有听到声音吗？喂，确认我在里面，你有听到声音吗？人呢？我被锁在里面，你有办法帮我开门吗？没有啊，打不开啊。在里面啊。你开不了门吗？欸，我不跟你闹，我有事啊，不要玩我了啊，我先走了啊。我在里面，真的。雪人。喂。喂，在哪里啊？喂，我等下过去了，我等下过去了。我在家，我现在要出门，我现在要出门，拜拜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欢迎今天的新郎官。你好，有你们这里有趴车的吗？啊，什么东西？13、12。忘情水，一人先干一杯吧。忘情水，这什么东西？13、12。敖宇君，怎么叫？起来啊！起床，起来啊！你回来了？你刚去哪里？哎，我那时候下班的时候，我还打电话给你，问你在哪里，你还跟我说你要出门嘞。你是睡晕了？这很夸张。而且啊，我在那边等你等超久的，我明明跟你确认说你不是要出门了吗？而且很奇怪的是。为什么魏全人要问我说我们家门开了没？不要玩我了，好，我先走了，好。有人？我家。我家。我刚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。
车的吗？没事。不是，里面没钥匙啊！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赶快开门投降！哎，太好了！哎，不是，哎呀，我的新娘子，新娘子。很多事情呢，我觉得还是要亲力亲为。所以你上次问我，下一次的正式求婚是什么时候？我一直没有跟你说。其实我就准备在这个时候，好好的对你说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好。九年前跟怡君认识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决定好。会对他很好。我们认识到今天也足足九年的时间，现在终于可以把你娶回家，叫你一声老婆。来吧，请拉着我的手，让我带你一起去旅行，跟随着我吧。我们一定能够到达目的地，只要我们都一样深深的相信自己，就不要去管未来了。如果我们没有亲自的去走一趟，又要怎么去相信那看不到的未来呢？冒险吧，让我们一起去创造无限的可能。如果说沿途颠簸难行，让你感觉到疲惫不堪的时候，那你就大声的告诉我，我也会背着你走完这一趟人生的旅程。我也希望你看我的时候，眼中不要只有我的倒影，有光，有热情，有你人生自己的追求。所以为了这个，我会尽我的全力去当你人生的啦啦队，你最大的粉丝。妈妈，谢谢你。把怡君带到这个世界上，然后也谢谢你让他有机会跟我相遇。你们两个要互相体谅信任，好好的过日子，要一辈子幸福。对不起，老师让你担心，不管是小时候读书的时候，还是长大之后，都是一样的。是我人生唯一的伙伴。九年前的这一篇文章对我而言，它不仅仅是一篇作品，它更代表了我在心中对你许下的承诺。我曾经之前我就跟你讲过，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爱你，但是现在的我可以每天很有自信的说出陈不佳我爱你。我只要转身，我就可以看到你。
我只要伸手，我就可以摸到你；我只要回头，我就可以抱住你。这就是我的幸福。